拍动作、拍打斗就不可能真打，但是这个排球全是真打。然后再加上我们请来的日本队、泰国队、美国队、巴西队，所有这些都是当地的俱乐部，也有前国家队的队员，所以全是真的女人。那我觉得这个就是这部电影最兴奋的。第三届世界杯女子排球赛的最后一场比赛是争夺冠军的决赛。中日在1981年大阪那个大战，好球，太棒，好球！日本队来的有些打过伦敦奥运前的第一、第二的一些球员。ジャッキーさんとはその2012年のロンドンオリンピックの時に対戦をしたのが私は最後だったので、でその4年後またリオオリンピックで中国が金メダルを取った時のキャプテンっていうこともあって、そういう偉大な方とこの場で会えたっていうのがとてもすごいことだなと思いましたし、バレーをやってきてよかったなっていうのも改めてまた感じました。美国队也有两三个是当年郎党带来的。Hi, my name is Logan Tom. I play myself in the film. So I was on the player for the U.S. national team in 2008 when we played China in the semifinals, I believe. She is Logan. She played with Logan. Yes. I think my impression is very different than others because it's very familiar to me. It looked like Beijing, 2008. So it was kind of like a big hit in the face.里约奥运有队员是当年真的打过里约的。Bom, acho que de todas as jogadoras que estão aqui, eu sou a única que estive naquele momento, né, em 2016. Tá revivendo tudo aquilo para mim, tá sendo muito bacana. Lógico que não foi num momento muito legal, né, que foi a nossa eliminação contra a China, mas tá revivendo tudo isso daqui, já bate aquele friozinho na barriga, aquela emoção, aquela coisa gostosa de estar participando por mais uma Olimpíada. Então fiquei muito feliz pelo convite. Também tô feliz de estar aqui na China representando o meu país, onde foi que a gente ganhou a nossa primeira Olimpíada, onde temos muitas recordações boas. Mas ao mesmo tempo são momentos em que vão ficar guardados na memória. 我就叫很多朋友来看，喜欢看排球，根本就看世界比赛一样，因为他们真的在打的时候，你真的非常非常好看。还有谁比我更合适？决定拍中国女排，就是觉得非她莫属。可心堂也很坚持，她从各种角度衡量，觉得白浪是第一人选。我们试妆的时候，他们给我看很多80年代真的中国女排的照片，还有看我妈妈的照片。我从来没看过我妈妈20岁的照片，那个真的让我感动了。对我来说很难，我妈妈标准非常高，我打得不好，她可以马上就看出来了，所以我一定得打好。好，来了，穿件衣服。激动人心的时刻。给大家一个小惊喜，我们在拍白浪，包出来那个是他妈妈。笑吗，导演？完蛋了你！我跟你妈夸了你半天，结果一个镜头演得比你好，怎么办呢？我演的时候，有时候我觉得是我自己的心，有时候是郎平的心，然后有时候是我们一起。拍完这个电影，我更理解我妈妈的动力是从哪里来的。爱，爱，
做的每一个动作都是很真实的，不是去为了摔啊摔，能吃苦，不娇柔造作。上场，他把他的妈妈的这种精神，这种瞬间的这种爆发的这种精神，已经完完全全的展现在荧幕上了。要控制他，不要晃。有一个蹲举杠铃，然后蹲举起来，一直蹲不起来，我笑话他，笑话他就把他的自尊心给激发了，然后他蹲起杠铃来，然后把杠铃扔掉，然后笑着哭的那段戏。野蛮之后，情感都出来，还哭了，还感动到我们都哭了，我完全就惊呆了。开始。觉得女排精神就是钢铁，柔软的钢铁。那个女孩叫什么名字？张长明。我们要了。这二传什么名字？丁霞。魏若琪。以前国家队是十二个人，现在我可能选三十个人。三十个如果不够，那就一百个。为什么打球？为我爸妈，那你永远也打不出来。再想，成为你，那你就搞错了。其实，我就是放不下。我们这代人是苦过来的。你们应该打出你们自己的排球。放开了打，豁出去打！中国女排，我和你们在一起。你是我见过最棒的球员。你不用成为我，你只要成为你自己。今天就练到这儿吧，去谈恋爱吧。